好，我们在抽这个新手优待集结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就是宙斯。哇，真的是玄机耶！真的是玄机耶！闪电风暴看起来是玄机，有没有九天神雷之类的电掣？一模一样。有阵法 ，OK， 有阵法。上阵诺拉跟两个至少原雷雷属性阴影。对，玄机，玄机，雷影术，引雷真诀，引雷真诀，精通 ，OK， 好。他没有九天神雷，他大招也不一样了。大招不是那只鸟鸟，好。哦，山西 ，OK， 好。这丽娜，这应该风寒月了吧？对啦，风寒月啦，风寒月嘛，血脉冻结，月线寒霜，冰之力啊，一样。他有阵法吗？看我念，啊、这一招寒冰星星，有啦有啦，两个水属性一零，有啦阵法。动升结束一样嘛，施加十环一模一样，然后施加石魔状态一样，冰华之阵嘛，冰封暴雪，哦，这个一样，这个没改。诺拉丽娜基本上跟风王月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啊，这个是剑品的吧？正则对战减十一个有啊，暴炎斩击 1.5 倍或者强韧的 buff 哈。战后回复，日轮神剑嘛，日轮神剑啊，日轮上面是日轮神剑嘛，不屈狮王，主动攻击恢复自身气血或者迅捷，能会贯通哦之类的，就是乱神，一样，这个也有阵法哦，对，一样的阵法，阴剑品嘛，阴剑品嘛。最新流火飞星神剑哦，1.9倍，不求是吗？哦，一模一样，没有古伦德，古伦德变玄机哦，大家懂了吗？哦，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吧？那点一下应该还可以抽到，可以换到嘛，对不对？我是想先抽冰璃耶，之前台服的天劫手游也是冰璃换吗？是吗？有点忘了。对，之前是冰璃黑龙，可是这边是一个常驻卡池，可是这个看一下，哦，这边有像吉哦，这边有。这边应该也可以抽到那些人呐、啊，可以吧？可以可以。然后效率地是 1.177%， 算看起来蛮高的哦，还蛮高的哎， 1.17 哎，1%哎，算高了吧？金果的话，我看一下哈、哦。这样清楚了吧，各位？好的。三重眼破血，攻击让个敌人造成 1.5倍的伤害，施加破甲物防减20%，一模一样啊！基本上大家都很好懂吧？精准，一样嘛，一样嘛。大家会了吗？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熟悉这款游戏的齁。一模一样啊，漫天箭雨这个字都没改。字都没改。没有阵法。哦，对，没阵法。OK， 已经一样了。
预模一样，哎，一样，邪功啊，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啊，哎，对，不是双云剑的，这边有改啊，哎，还是几个，射程十至四个，哎，哇，5.6，都蛮大的。好，看一下这个理查，理查应该古人的吧？真的，真的是古人的。怕怕怕，古人的啊，古人的。好笑，快笑死了。果然，好，五位战神。追袭骁勇阵法嘛，哎，都知道了啦。复仇打击，哎，复仇是什么？哦，反哦，奔流，这个是那个天降奔裂嘛？阵法好像多一个什么东西，术士跟射手。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大招好像也不太一样。这个样，哎，大招我施加这两个 debuff 好像没有哈。术士跟射手都可以，不过基本上他是古伦德 的意思啊。看一下，哎，他天赋看一下，天赋刚刚没看到。古伦德。每张提到施加晕眩，哦，一样。冰里，再次行动，这是冰里下绿地去冰里。哦，帅，这是鬼魄狮王吧？哦，直剑奉行。哦，一模一样。面见血龙。什么？居然不行？好吧，太令我失望了。后发制人，对战前哦，这个是必死就虚嘛？必死就虚。图片骗我，固法双刃，对方我念的说面见血龙啊。面见血龙，嗯，应该是不面见魂啊，定魂啊，定魂，定魂，哇，一模一样，可是多了好多哦。直剑奉行，一心驱胜啊、哦，好，不用解释了，就这样。等会不太快，自身备用，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啊、哦？我突然忘记了，追击啊。追袭一样意思。好，图鉴，好，谢谢。圣剑哦，这是那个连斩啊。嗯，好，这样懂了吗？懂了齁，好。这个是这是什么？哦，必死就虚。那个嘞，孤翼。OK， 这个一样。过法双刃，哎、欸，他没有那一招吗？那个幽剑冥影。没有幽剑冥影哎、欸，真的没有哎、欸，等一下，好像自带幽剑冥影。这边看不到。好吧，这边看不到。好，看起来不错，就是他了。图标，哦，靠，这图标哦。孤星剑意，对，一样，比你这边一样哦。好，然后林凤这边，对不对？艾丽卡这里，连射一样，都一样了。一样，都一样。这边应该都一样了，没有阵法。可以，
诛心神药。哎，老古没有那个了吗？看一下哦。기사의영광은세월에퇴색되지않는다그대는나레오나트가哎，好像真的没有。哎，在前面吗？기사의영광은세월에퇴색되지않는다그대는나레오나트가只有这个了。他这边是 buff， 是主动造成伤害后就获得了。这一个，这边有。这个技能都帮你配好了。好，大概是这样子。